人物出来，不甩500万在我脸上都对不起他的价值。你想要500万，我给你。刚刚林青妙为什么会出现？是不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想，他才会阴魂不散啊？刚才那是徐甜甜，他顶着林青妙的脸啊。想清醒簇拥你，眨眼对你诉说秘密，接近奇妙的境遇。现在还怀疑吗？不怀疑。还脑补吗？不脑补。你确定？那要不验证一下？在这段降落的关系里，我臣服你的温柔，让我忘记离开的你。这个，这我合同这儿。嗯。哎，你刚才那个舞步是怎么来着？这我也学不会啊。这剧本，剧本。剧本。刚刚这场跳舞怎么说？哦，我们是在评估剧本。刚刚是舞蹈这些，我跟季总真没什么。是。我刚刚没听见你们俩是男女朋友的事儿。那事儿那是帮季总个忙，他相亲对象他应付。东西给我。季总，下一页签错了啊。你们俩继续啊，我下次一定敲门。我为了避免他们误会，影响剧情，我们必须保持距离。还需要避免吗？你自己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说喜欢我整整10年。我那是迫不得已，为了阻止你，阻止男二挖墙脚。你现在在怕什么？你敢，反正保持距离。我总不能说被人当面磕 CP 很尴尬吧？也不知道当初西尼看着我尴不尴尬。懂了。你又偷听？我可没偷听，是你自己内心活动太丰富了。至于吗？我们做这些当然不是让他们看到的。我是 CP 粉，就要被封锁特质。我们平时如果真的就靠自己演戏，他们脑补上大戏。我们要真的碰到什么，他们肯定会说啊，不想起来肯定是谈恋爱了。既然你说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不拉一下，岂不是很吃亏？你说。走了。哎呀，这位置不好，只闻其声不见牵手，糖少一半，拉入黑名单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总觉得有人在偷看我。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，为了磕 CP 还搞提前踩点这一套？我那是为了阻止误会，避免拆 CP， 顺便磕一下。好，顺便。结束。我
想跟这位美女单独聊两句。有什么话在这里直说就好。我又不会吃人，就跟她聊两句。你总要让我知道自己输在什么地方，对吧？没事的。你放心，就几句话。徐先生在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陪他演下去。我呢，就装作柔弱不能自理的白莲花，你就负责担心我就行了。你柔弱不能自理，白莲花，刚才是谁把公司房怼在人家脸上？白莲花有变异长出爪子的时候啊？可以。到时候你记得把微信定位打开，一直跟着我。看看徐天他会做什么，我觉得这次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主动出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